陆总，你看，合作方送的，长得跟你一样，送你吗？嘿嘿嘿。陆总好，陆总晚安，陆总明天见。回来。 你尽快发布招聘信息，把这个空缺给我填上。陆总是要补投资二部的缺，还是？我看你脑子是不是有缺啊？帮我找个新秘书。啊，那招聘信息怎么写呀？之前的什么样，就给我找什么样的，这还用我教你啊？明白，就按照牛魔那样的找啊。杨洋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 不是陆总，那到底是像柠檬还是不像柠檬啊？真是。形势还算稳定，就是肚子受罪，腿儿都逛细了。国内形势如何呀？小柠檬返岗了吗？哎，刘总，柠檬啊，是这样的，你昨天走得太急，离职的话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呢，还有工作交接上的一些事情啊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现在去公司。哦，你要来公司啊？我看你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柠檬，手续我帮你办好了，剩下必须要签字的，我帮你闪送过去。好。 那给您添麻烦了，刘总，我把那个闪送费我给你转过去。不用了，公司会报销的，就这么着了啊。还有吗？哎，陆总，公司福利规定，连续3年拿优秀员工的有奖励金，您看啊，柠檬他3年都是。 该给的给，该发的发，记名资本，不欠任何人的。好，还有啊，新秘书的面试什么时候开始？一些简历已经收上来了，我们正在初步筛查。赶快发给我，去。好。我在记名资本有3年的秘书经验，我的专业是行政管理，毕业后一直在老家的鞋帽厂当总经理秘书，秘书工作的经验挺丰富的。可是这些和你想干的投资行业都没关系啊。经验不足我可以学的，我有耐心。你的学习能力很强，但是秘书对项目参与的程度能有多深？因为我常在老板身边嘛，所以除了行政工作，我也会参与很多投资方面的事务。我本科学的是商务英语。 二外是德语，工作后曾外派去法国1年。我没当过秘书，但大学时在学生会秘书处工作过，也算是有些经验。那你为什么要从记名资本辞职呢？我为什么辞职？因为我的前任上司有一位强势的太太。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堵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可以给我个机会吗？从实习生开始也行。你要不介意，明天就可以上岗。我们老板正缺一个秘书。你再到其他公司试试吧。 骆总，外边还有一些这个，追着我。这么多面试的，一个都没赶上啊！你再多发几条招聘，条件写的再诱人一点，年底有奖金，饭后有水果，团队年轻化，管理扁平化。 工作环境严肃中透着活泼，哪儿活泼了？有人。外面有没有能喘气儿的？想渴死我呀！算了，还是我去吧。刘总，你赶快进去。你们把上个月财报给我送过来，快点儿。啊，好。 这件衣服以后不可以再穿。啊！拿什么？好看吗？啊！浑身的数字，像个精神气似的，给我换。啊！我不想喝茶。我不喝茶，我也没说我要喝咖啡啊。 那陆总，您是要喝什么呀？哎，算了，你就去给我倒一杯那个。陆总，哎，刘一天，你怎么做事儿呢？你信不信我让你的命只能留一天？哎，妈，我早就跟你要分析报告了，人都火化了，诊断书还没出来。 你这翻来覆去干嘛呢？我，陆总，您等一下，我去给您倒那个来。天哪，那个到底是哪个？该谁啊？喂，柠檬姐，陆总说他要那个，那个到底是哪个呀？海藻味的苏打水，在冰箱里。 应该是最后一箱了，你记得补货啊！早会苏打水。姐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不打算回来了？我不回去了。姐，你都不知道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陆总就没有一天消停过。他甚至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，连我穿什么衣服他都要管。我连休假自由我都没有了，我穿衣自由我还不能有了，我真的是。等他闹腾完就好了啊！ 你再忍忍，再忍忍。啊，对了，姐，他今天又把我叫成你了，整得好像旧情难忘似的。哎，你说话注意言辞啊！那是因为他陆继明就把我当成他用得顺手的老妈子，那不能因为他用得顺手，我就一直给他做老妈子吧？凭什么呀？凭他有钱，凭他帅。我呸！有钱了不起啊？哼，确实可笑。行了，姐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得赶紧把水给他送过去了，要不然我就没命了。记得过来公司看我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 你好，你好，是柠檬吗？啊，我是王瑶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大学经管二班的。 姚仔，我看你简历我还纳闷呢，没想到真是我认识的那个柠檬啊！啊，你看到我简历了？我现在在长荣资本 HR 部门工作，我们这边投资岗呢想招一批新人，怎么样？你对我们公司有兴趣吗？我当然有兴趣啦，长荣资本可是上百亿的大公司。那行，那我就尽快安排面试了，好吧？好，太好了，谢谢姚仔。哎，陆总，近期项目的汇总都发到你邮箱了，啊，正在看。你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。这个陆克水杯的项目汇报人为什么是柠檬呢？哎呀，陆总，对不起啊，这手下人整理的时候疏忽了，这个不是你做项目的文档里的。这个项目是不是柠檬做的？是。那为什么二部的项目会跑到你们一部？陆总，我解释一下啊，这个陆可项目呢，以前是被二部 pass 掉的。 但是柠檬感觉这个项目非常有跟进的价值，想继续开发，可是推进的时候又被邱总否定了。柠檬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，而且注入他很多的心血，又找对方呢做了很多的改进工作，实在是割舍不下，所以就拿给我看了。接受。我们也看了这个项目书，写的确实不错，可是柠檬临时告诉我们说这个项目做不了了。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样了，你先出去。好，我先过去了啊，李总。柠檬，姚仔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给你的那些问题都准备了吗？嗯，一会儿呢，出面的那些形式咱就不过了，直接去面部门总监。这么快？嗯，你毕竟算我内推的嘛。而且啊，我把你的情况都介绍过了，老大对你还挺有兴趣的。一会儿加油啊！谢谢，走吧。嗯。 你提供的都是一些行业调查和分析报告，看得出来你的分析能力和逻辑能力是过关的。但是暂时我看不出你在投资领域的能力。之前有参与过一些具体的案例吗？嗯，其实，在离职之前，我做过我的第一份项目书，自认为做得还不错，但是这个项目，怎么，这个项目被 pass 了？项目倒是挺顺利的。 因为刚签约不久，也涉及到前公司的一些商业机密，所以很抱歉，我也不能拿出来给你们看一看。我这么说，你们会不会不信啊？为什么不信啊？做我们这个行业，诚信两个字啊非常重要。柠檬，你这么做是对的。这两天我也面试了上百人，说实话，论能力、学历，超过你的人不少啊。你的简历相对普通。 那你能说说看，你的具体优势是什么呢？我的优势，可能就是普通吧。哦，这话怎么说？相比精英，我更了解普通人的想法，我也更会站在一个大众消费者的立场去思考问题。如果可以，我想深耕消费品类，因为在这个赛道上，普通人就是最大的市场。 他当面问你愿不愿意来上班，嗯，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。王小姐，这些文件需要你审批一下，先放我办公室吧。嗯，好。嗯，你都有办公室啦？我一毕业就来这儿了，一晃都3年了，好不好？我这儿啊，还有一个岳阳电话会啊，我就不远送了。好，回头见。好，不见啊，不见啊，不见，不见。常总好。哎，电梯来了，快，快！有消息我通知你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拜拜。 南边社长，哦，不然呢？这夏家找的速度倒是挺快的。您说话能别这么酸吗，陆总？酸吗？那还不是因为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你这酸橘子。还没下去吗？啊。 真以为换个环境你就不是酸橘子了？陆总，有句话你有没有听过？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酸不酸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水土问题、环境问题。我没觉得这儿环境有多好，晚高峰叫车都叫不到。我看啊，你碰完壁以后，还会老老实实回到金门资本。 叫我大成啊！你去哪儿？我让小春送你。啊，不是，小宋顺你一下。那不用，谢谢。我马上就要在这边工作了，我先熟悉一下交通。随你。 玩的好好的，你一个电话给我叫回来，就是给我捅成筛子是吗？帮我查个人。哎，我回来就是为了帮你查个人吗？哎呀，你说查谁？公司里有一条老泥鳅，公司出状况了，我给你参谋参谋。不该你问的可别问。陆金平，我这帮你好不好？哎，你这个状态不对哈，跟身边的人撒火，跟自己斗气。 哎，这跟当年梦姐走的时候有点像。有毛病，你才有毛病，心病。早上好。哎，你猫闻你。大家辛苦啦，快吃点东西，我补充一下体力。陆总，喝咖啡。送一个粉色的。 哎，姚仔，是可以签合同了吗？你们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招聘结果出来了，公司领导呢也有他的考虑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这事儿我可能帮不到你了。为什么呀？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听说是背调的时候出了点问题。我知道打听这个不好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。实不相瞒，我们面试过很多公司，我也投了好多简历，结果都不太好。我就想知道这是为什么，我的问题在哪儿呢？柠檬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是不是之前上下级关系没处理好？具体的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啊，我这边还会多帮你留意别的机会的。不好意思啊。 那我先挂了。还真以为换个环境你都不是酸橘子了？我看你碰完壁以后，还会老老实实回到我金融资本。哎呦！什么？ 陆总不给你活路了，我就说他那天说话怎么算不溜秋的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，太过分了，真的是。他跟别的老板随随便便说两句，我的努力全白费了。不是啊，姐，你看看啊，你先冷静冷静。 陆总呢，他虽然是暴脾气，但他一般都是正面刚，不太像背地使坏那种人呐。我走了，公司谁反应最大？那当然是陆总了，那不得了吗？对呀。哎，我是谁呀？ 比粒灰尘还小的那么个小人物，他堂堂一个大老板，他干嘛非针对我呢？他干嘛非找我麻烦呢？哎呀，行了，姐啊！哎，对了，你要不要去石总的英石资本试试？他前两天知道你离职，还打听你来着。我想啊，但是石总那公司不也是陆锦明势力范围之内的？ 惹不起，行吧，离远点也好，眼不见心不烦，省着以后还得栽跟头。嗯，哎呀，行，别，我跟你一个，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他别让我再碰见他，不然我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。 陆总，有何贵干啊？你的辞职信丢了，离职手续已经作废了。你还是公司里的员工，明天赶紧跟我回来上班。你说什么？我看你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呦，那我还得谢谢你哦。柠檬，见好就收，你懂不懂？ 你是真看不出来，我给你台阶下啊！你多多少少有点给脸，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你给过我脸吗？你就让我要脸？姐，你，陆锦明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？我给你做了3年秘书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赶尽杀绝呢？我辛辛苦苦找工作，你轻轻松松就把我封杀。 柠檬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是不是喝酒了啊？你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？你去安排别人的生活？你凭什么你在背后耍阴招啊？哎，不是，柠檬，你把话给我说明白，我使什么阴招了我？你以为这样我就认输了是不是？凡是打不死我的，都会让我更强大。你还有什么招？你尽管使出来，你冲我使出来！我告诉你，陆继明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叫我宁总。 喂，喂，你干什么呀，姐？我妈呀，一定是幻觉。 谁给你的勇气？明明，谁又惹你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看我新买的裙子。你还在生我气啊？我给你买礼物赔罪了。我生你什么气啊？哎呀，我想通了，之前来做秘书是我瞎胡闹了。 啊，那个，我房车营地项目怎么样了？不做了，我劝你啊，也别掺和了。为什么呀？风险太大了。风险哪大了？我为了做这个项目，跑前跑后好几个月，我费了好大劲。我跟你说啊，第一，项目本身占用了大量的现金流；第二，市场的前景不明朗，投资回报周期比较长。我这么说你理解吗？我不理解。 就给我打官腔！我看你就是因为柠檬报告里说风险太高，你就信他了。他一个秘书，他懂什么投资啊？我在跟你解释风险是什么，你给我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说什么了？你至于朝我嚷嚷吗？我嚷嚷什么了啊？你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啊，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，有一句话是有用的吗？我怎么说没用的啦？ 哪句有用啊？不在你领域的事儿，你就别掺和。我劝你啊，不要碰任何跟投资有关系的事儿，你根本就不懂。陆继明，你给我好好说话。我怎么不好好说话？我说的不是人话吗？每个人都有他擅长的，你就负责美，负责开心，当好你的富二代大花瓶，对谁都好。哎呀，这又怎么了？不至于，不至于啊！陆继明，太讨厌了你。 不是你又是来干嘛的？不是你不让我查老邱吗？啊行，我走，确实挺讨厌的你。甜甜，上车吧。 哎呀，你穿高跟鞋走这么久，你累不累啊？你脚多酸啊！啊！别哭啊！嗯，你哭什么呀？我的水分全流失了。 还是你继续，这不像那个陆继明。这陆继明太过分了，我替你骂回去啊！陆继明，你太过分了，跟你做朋友这么多年，人家臭脾气忍得够的了。这次是你错了，你得跟田内道歉，你知道吗？哥们，跟你出气了。你开飞行模式干嘛？ 哎呀，我也懒得搭理这孙子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他以前总说我这个，说我那个，我都装作不在乎。谁让我喜欢他呢？可是他今天说我是绣花枕头大花瓶，那这也太过分了。我在你们心里就这种形象吗？哪有啊！你为了防城营地那个项目跑前跑后啊，你跟这个总那个总是斗智斗勇的时候，哪像大小姐嘛？我没有你们能力强。 可是我也是真心想做成一个项目啊！我不想让你们觉得，我就只会花钱，是个没脑子的人。我也不想让你们觉得，我就是个只靠我爸，其他什么都不懂、什么都不会的人。那我不也在努力吗？甜甜，感情的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，但你要聊到项目，我真想跟你好好聊两句。你既然想把项目做好， 你就不能听别人一两句打击的话你就垮。陆明明要不把你当朋友，他也不能跟你说那么直白的话呀。你看任宁吗？我不是有意替他来气你。我说你看人柠檬，他身上真的有股打不死的劲道，咱们得认。 咱们得跟人家学习。说完了，老盯着我干嘛？你这一本正经的，我有点不太适应。这样吗？啊！我这心理医师可不是白当的啊，你得转咨询费给我。少贫。 嗯，饿了，回家。好嘞，大帅哥宇航为您服务。嗨，老宁，干嘛呀？没事就不能聊聊天了？你好长时间没跟家里联系了，这不是忙吗？怎么样啊？辞职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上一次你妈跟你打电话聊了会儿天儿，然后就听到里边有人叫你进去面试。哎呦喂，她那耳朵可真灵！你妈那耳朵，你能不知道？我跟你说个悄悄话，她都能给接上。 怎么样，顺利吗？还行吧。什么叫还行吧？顺就是顺，不顺就是不顺。哎，你别老听那网上的毒鸡汤，说是跟父母只能报喜不报忧，那得看什么事儿。这事儿你跟家里人说说，说不出我还能帮你出点主意呢。 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不太顺。我不是把秘书工作辞了吗？我就去找别的工作。我还是想正儿八经的干投资，但是我面试了十几家公司了，结果都不好。萌萌，全国就这十几家投资公司吗？不是啊。所以嘛。 这10家不行，再换10家，全上海不行，那还有北京、深圳呢。我记得我们家萌萌是既聪明又乐观，关键的时候还挺皮实，这点小打击难不倒你。他们不用你，那是他们的问题。你呀，只要放心大胆的去做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什么时候累了就回家。 啊，啃老！也行啊，这都不算什么，是吧？你早点睡吧啊，得让我妈也早点睡，别再看电视剧了。我也早点睡，一觉醒来，明天又是一条好汉。拜拜，拜拜。甜甜那边我劝的差不多了，下回见面你给人个台阶下去啊。嗯，你说你不喜欢人家就不喜欢吧，也别说话那么难听嘛，是不是？少废话。那你查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？人我给你查了个底儿掉，长荣资本那几家公司也了解过了，你想的没错。 陆总，您叫我，坐。哎，好。怎么了？脖子不舒服？那个肌肉劳损。是，咱们公司压力大，周总辛苦了。哎，但是不能光是买房子啊。 有病了，该去医院去医院，该看好医生看好医生，这个钱不能少啊！陆总，哎，这项目不错，你找来了？啊，对，我找的。怎么发现的？哦，这个是我一个朋友介绍的，然后跟我说这个公司呢很有发展潜力，然后我就去对接了一下。我看这个协议已经签完了呀。我跟您解释一下。 哎，是这样的，这个项目呢，它盘子很小。您之前开会的时候不是说了吗？以后像这种小项目就不过问您了，您比较忙。项目真挺不错的，就是这个份额略微少了一点啊。你也说了，整个盘子不大嘛。我看我们占了8%，哎，8%这个数是为了凑一个吉利数。我记得按以往的标准来看。 咱们金明资本怎么着也得占个10%的份额，对吧，老兄？啊，对。当初啊，你来到咱们公司，确实带了几个不错的项目。金明资本能够有今天，有你一臂之力。没有。所以啊，你想挣钱，我理解。你跟你老婆开那个百强创投，我也是睁只眼闭只眼，但是。 老邱，你现在会不会有点吃相过于难看了？这几个项目，你不仅仅私下跟投了，还把下游的加工厂换成了你好朋友的厂，你这等同于把手伸进我口袋里掏起来了。你真当我两眼都闭上了啊？陆总。 我错了，收拾东西，今儿就滚蛋！啊，别呀，陆总，我承认我是赚了点儿，但是这不耽误我为公司赚钱啊！这您就看我这么多年啊，为公司兢兢业业的做项目。你是兢兢业业做项目啊？我看你分明是兢兢业业抢项目啊！这个洛克水杯的项目，难道不是你从柠檬手里抢过来的？ 老邱，你好歹也算投资界的老前辈了，抢项目，剽窃项目书，哎，最可笑的是，一个字儿都不带改的。你不嫌丢人，我嫌丢人。哎，罗总，您不能单方面听柠檬一个人胡说八道，你就武断的把我开了吧。人可以贪，但不能蠢；你可以显而小，但心肠不可以太坏。 行，陆启明，咱俩都别装了。我知道你看不上柠檬，一心的想把他挤兑出公司。OK 啊，我帮你把人挤兑走了，怎么的？人走了之后，你就反过来咬我是吗？邱经理，你不会有什么毛病吧？你说我肚子里蛔虫吗？你信不信？你在外头污蔑柠檬的把戏，我全部可以在你身上过一遍。直觉被定义、被偏见、被贴上标签，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再和最好的你遇见。 Every time I ever loved， 无论你有多么不舍，到了时候就要告别。 Fallen leaves, fall in love。 看着落叶，听着风说，什么颜色都有光泽。 不想被欺骗。